大家好，我是陈阿玛，今天是2月4日，中国文化中心在新加坡历时3年，终于开放了。第一个展览就是欢乐春节衣衫之会，就是时尚影视非遗文化展，就在这个大厅里头展览。哦，明朝的。对，我们这是明朝服装。对，我们是以影视剧为载体，影视剧里面的尽量去还原，但是做不到1:1。哦，它这里都是影视剧。对对，这两个是清朝的。对，这是皇后的大妆桃红。哦，中国文化中心，举办的就是让就是在电视剧里头的服装，就是在这边展示。让大家来观参观。这个是哪里的服装呢？这个它是中国不是演了一些古装戏？它是这个是唐朝。也是唐朝的。这一个。这三件，还这边也是唐朝的。对，这三件。但是他这边那边写这都是唐朝的。这个战国只有一个，战国就这件。所以再就是，这个是战国时期的服装。